家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叫做叔叔，我是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一个神秘角落工作的精灵。我的工作呢是守护童话世界生物，以及还有讲故事给喜欢听故事的小朋友听。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故事？喜欢。真的吗？太好了，我这里有一本从馆长那边拿过来的书，这是一本我超级超级喜欢的书。这个故事是在讲一个绿色的怪兽，你们知道它叫做什么名字吗？Oh my god！ 你们怎么都知道？没错，就是史瑞克的故事。一二三，来来来，画家来！一二三，
1、2、3。好，那边有好快的黑色外套，然后有戴一个手环。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你。他住什么城？没错，杜拉克城。掌声鼓励鼓励。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请问贝优娜公主最常在高塔上做什么？等她的王子。刚刚三个公主都同样在做一件事情啊，手放下啊，1、2、3。我觉得这样的布景、这样的卡司、这样的安排的内容，来看的人真的都赚到了，因为就是有歌有舞又很热闹，然后会让小朋友看那样子的动态，然后看得很开心。质感太好了，真的很像看什么很大的那种音乐剧，很有那种现场震撼的感觉。我觉得制作很用心，然后音乐很好听，很棒。因为公主的声音很好听，我喜欢她。驴子演员不错，很好，就是她的演技什么都很生动。她
太便宜，太便宜。对，那就是因为觉得这样子价位应该要上千块的感觉，是对，因为我看的经验嘛。音乐很好听，我喜欢史莱克，因为我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就有看过他了。我觉得就是他的过程，编排的让小朋友是可以很轻松的理解他要带给大家的想法跟那个，就其实因为他看不懂字，对，但他看得懂他们在演什么这样子。演员唱歌都非常好听。他九月一定要去亲子剧场去看，我一定要看《风火龙》的整体，全部都很喜欢。跟一般童话故事不大一样，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的想法。音乐剧全部部分重要部分都是英文，就算是蛮厉害的，超乎我期待的音乐剧的。因为我本来很怕小朋友因为是音乐的英语的音乐会听不懂，会觉得是不是太乏味。但我发现第一场中场结束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说很好看，如果有他们还想再看。我说你们不会听不懂吗？他说旁边有字幕，而且可以看演员的表情，他们就大概知道在讲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他们有很好的体验，谢谢你们。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带孩子来看音乐剧，然后他们非常的就是 enjoy 在这一场就是音乐盛宴里面，然后很特别的是他又有就是英文啊，然后又夹杂一些就是本土语的部分。对，那我觉得整个剧，因为史瑞克其实是孩子蛮熟悉的一个故事内容，那又就是融合了音乐这样子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剧非常的值得观赏。对，我非常喜欢，就是史瑞克跟那个菲欧娜公主两个一起用放屁的模式在表达那种玩味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却让我觉得，带孩子来看这样的一个音乐剧，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假日活动。我非常感恩曹馆长还有整个剧团，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有新增很多不一样的新的梗，然后就会觉得蛮可爱的。然后其实一直都蛮喜欢驴子跟史瑞克互动，对，真的觉得驴子演得很活泼很生动一样。我觉得这是一出很认真很感人然后很有教育意义的戏，然后音乐也很好听，所以如果有空的话欢迎大家带小孩子一起来看，我觉得会是一个很促进亲子感情然后又赋予成长意义的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实验跟观剧的体验。那包含说到最后我们的那个导演来跟大家讲了一下这出戏最中心的一个思想，然后让孩子呢可以更深刻的去了解到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讯息。那我很高兴我们台湾有这样越来越棒的一群青年可以这样投入这样子的活动，可能现在太激动了，很感动，真的。我觉得在教育上可以有这么多的好的 idea， 好的热情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我觉得对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在他们这个年代可以说接触到这么更多元的，那台湾就越来越棒。而且刚才很多桥段非常的结合时事，不管是提到戴资颖，或者是我们刚才哈利波特还把我们的国旗拿了出来，对，那在奥运的殿堂上我们的国旗歌大家都听到了，我觉得这真的也是给孩子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体验。对于台湾的认同，这是我对这出戏没有想过但是却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让孩子对于台湾的认同也有更深的体验。